记忆不用怕，花花老师有办法。Review 复习回顾评审评论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review 等于拼音 re 加编码 vi 加拼音 ew。 Review R-E-V-I-E-W 拆分为 re 热 vi 罗马数字6 ew 俄文，拆分为 re 热 vi 罗马数字6 ew 俄文。想象成很热的我在复习六篇俄文，想象成很热的我在复习六篇俄文。 Partner 搭档同伴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partner 等于熟词 part 加象形 n 加拼音ER partner P-A-R-T-N-E-R 拆分为 part 部分 N 门 ER 儿子，拆分为 part 部分 N 门 ER 儿子。想象成一部分的铁门是儿子的搭档做的，想象成一部分的铁门是儿子的搭档做的。born 出生天生的。采用拼音法，单词 born 等于拼音 bo 加拼音 rn。 born b-o-r-n 拆分为 b-o 博 r-n 热闹，拆分为 b-o 博 r-n 热闹。想象成伯父家的小孩出生了，家里很热闹。想象成伯父家的小孩出生了，家里很热闹。Be born with 天生具有。采用造句法，短语Be born with 想象成 She was born with the voice of a singer， 她天生具有歌手的嗓音。想象成 She was born with the voice of a singer， 她天生具有歌手的嗓音。 Ability 能力才能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ability 等于熟词 a 加拼音 bili 加拼音 ty。 ability ability 拆分为 a e bili 臂力 ty 体育，拆分为 a e bili 臂力 ty 体育。想象成一个人的臂力与他在体育方面的能力有关。想象成一个人的臂力与他在体育方面的能力有关。Create 创造创建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create 等于拼音 cr。加熟词 it 加拼音 e。 create c-r-e-a-t-e 拆分为 c-r 超人 it 吃 e 鹅，拆分为 c-r
超人 eat 吃 e 鹅。想象成超人为了能天天吃到鹅，于是创建了一家养殖场。想象成超人为了能天天吃到鹅，于是创建了一家养殖场。